不小，两个、三个全数了啊。这边还有一只小点点，这里也带着吧啊，心里小的。它是脚踩碎的。啊，碎了，不好意思啊，碎了咱不要了。你看这一只，嘴巴也是张着的，还吐了个小泡泡，哟，闭上了，太好玩了，有意思啊。这里。水温有点高呀，八爪鱼在这里时间长了，水温慢慢升高了，它有点没大有精神了。但也是只活的，它这个吸盘还是一直在吸着我的手的。啊，这水温高了，这海鲜不行了。你看，奄奄一息的感觉。来来来，把这个石斑鱼放到一块，给你们打点水一起养着啊。走，再找一找。看这底下是不是一只海螺呀？嘿，哇，你看，活的，这个肉往回收了。收了一只海螺，话筒里面。我现在刀看看，啥也没有呀。下面找找看。我也不敢这个空着手下去抓呀，万一大螃蟹钳着我怎么办？哎，哎，一个软绵绵的什么东西？一个什么软绵绵的东西？哦呦，吃到了，八爪鱼。还不小，好大呀，出来了，哇，这只可都可以，我的妈呀，一下子拽出来了，这只腿粗，看挺肥的，给它瘦了啊，洗一洗，哇，上面吸了好多的这个沙呀，这只八爪鱼不错，可能卖个好价钱，放桶里面带着。捡了一些毛蚶啊，收获还不错了，那我们回家了啊，那咱们下期再见了。